看到了吗？那本珍贵的童话书，书中的每一页都记载着公主们的勇敢故事。现在，陈宝开始施展魔法，几个经典的字眼再次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童话世界的神奇大门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白雪公主，现在她的故事将在城堡顶端再次上演。浪漫、惊喜、邪恶、友情，你也可以和白雪公主一起漫游童话时光。跟随着那一缕星辰，